Why do I make things complicated? Why do I lose all my control? I keep on letting my bad habits make us both come crashing to the floor. Something to save us, close but we're strangers. Feel like...现在是我们礼拜二的早上哦，那因为今天呢是我要打那个疫苗的第二剂，那上一次我打的是 AZ 的疫苗，可是这一次呢，韩国现在最近的法规是规定说50岁以上是打 AZ， 那50岁以下呢是一律都是打那个辉瑞哦，那原因是可能因为 AZ 有那个血塞的可能性，所以他们这次全部通通都改成就是打辉瑞，所以呢变成我第一剂是打 AZ， 第二剂变打 BNT 这样子。那今天呢我要送我妹妹去上课之后呢，我就要去打那个第二剂。那因为听说呢第一剂呢是打 AZ， 第二剂是打辉瑞的人呢，听说呢就是中头奖一样，就被车碾过或者出车祸来说还更严重，就是更不舒服。我希望就是我不是这样，但是呢就很难讲，所以我现在我昨天就有点担心就是到底会怎么样，因为我第一剂 AZ 对我来讲反应就是蛮大的，然后不舒服了大概3-4天，所以呢我现在刚吃完早餐，我们现在准备一下，准备要出门了，等会见。맞을때좀더아프더라고요좀그럴수있어요청소에아무튼비타민좀많이먹고그런사람들은좀덜한데아비타민이제왜냐면이제비타민맨날먹으면아왜그러냐면그러니까이게그비타민그런걸좀많이먹으면좋아요탄수화물적게먹으라고네탄수화물적게먹어야되고저번에한번그거했었나요강의한번그네강의해주셨어요네그건그시간에계속하니까네뭐똑같은거긴한데조금조금씩좀말이좀다르게쓰이고그러니까한번여러번들어보세요네훨씬안정되게그리고 요거네열심히드시면민감한사람들을한달정도지나면잡티가없어질정도로이게백옥주사성분이거든요저게월화수목금먹고그렇지오일먹고이틀쉬고오일먹고그렇게하면맞죠 네, 네그렇게해서하면아무튼그것만으로좋아지니까왼쪽어깨풀업그걸좀하시면좋은데아무튼처방받아서드시면좋은데아프다괜찮아요이걸막아주는게있어서1분누르세요네1분이면누르시고다시쳐지는거필요하진않으시죠네네 네, 네그렇게하세요감사합니다좀아프지아이게뭔데더아프지뭐야누가나된것같아打完然后过了15分钟，现在可以自己开哦。哦，这一剂呢，真的跟 AZ 的剂差很多。AZ 呢，虽然有痛，但是不是那么痛。但是辉瑞的剂真的超痛的，比我想象中痛非常多。而且它打完以后的那个后，就是打完的感觉像什么呢？就有一点像是有人把针刺在骨头那种痛感。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他的痛感，还是说这医生打的技术呢？我不是很想，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就很不舒服就是了。那之前 AZ 那个针打进去是有一点痛，可是还可以忍受的状态。这次这一针其实真的好痛哦。那现在打完了，然后15分钟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回家了，跟我一起走吧。我现在我刚回来，大概吃完中餐之后，现在是我们大概2点哦，表示我疫苗打完到现在差不多隔了4个小时，现在身体没有任何的症状。可是疫苗打进去的时候，那种感觉很像刺到骨头的那种感觉，然后一直有觉得好像，我在等待那15分钟，一直有觉得好像，药的，好像药剂在身上开始这样蔓延的感觉。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因为 AZ 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这次就可以感觉，就是血液中好像那个药剂这样在散出来的感觉哦。但是我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然后到目前为止都是还算很正常，然后没有不舒服。但因为上次 AZ 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正常，可是大概到了6个小时的时候，那时候 AZ 就开始发烧。那我希望这一次症状不要发烧，或者是就是或者是会有冷战这样子，因为我上一次就是状况很糟，所以呢我希望这一次都没有。但是呢状况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可能还要等到就是今天晚上再看看状况会怎么样哦。那我先来工作，因为虽然说现在没有症状，就是当现在没有症状的时候要赶快来工作。那我再来跟大家 update 吧。因为他跟我打疫苗时间差不多，然后他今天也打了第二剂，所以在家休息。然后我们刚中午叫了外卖吃，因为我爸说想吃外卖，然后他现在就在家里。然后两只狗，我们本来今天要想要带两只狗去洗澡，可是因为韩国今天雨超大，我看韩国今天雨很大，外面天气是阴的，但所以呢，美容店又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帮忙洗狗。所以呢，你们两个今天还是得乖乖在家，不能去洗澡。아이고아파라나는벌써아파벌써아파벌써몸이느낌이나는좀빨리오는스타일이야아그래왜되게예민한남자예민한그래예민한약한남자 I need some time on my own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